经常运动对身体有好大嘅帮助，但系厨房嘅油烟对全家人嘅健康亦都至关重要。解决油烟嘅问题，点解大家都选用妈妈乐第五代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好重要嘅系吸力强、声音小、易拆、易洗、易保养，仲有一啲最重要嘅，一般人都忽略咗。这个就系你要先确定你买嘅抽油烟机系专门为美国四个炉眼嘅炉头设计嘅。直接将亚洲的抽油烟机拿来使用，就会有吸后面可以，吸前面就太远的缺点，而前方炉眼往往又是最常用的地方。如果油烟没有被完全抽掉的话，那就是你在帮手抽了。很多医学研究指出，东方妇女得肺病的比例特别高，吸入太多的油烟是原因之一。有什么比妈妈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呢？专为美式四眼炉设计的妈妈乐第五代抽油烟机，吸风面96度向上扬，吸风口正对前面炒菜位置，平均覆盖四个炉眼，吸风效率100%。专利的斜风箱，前面薄后面厚，前后两端容积不同，风吸进后会因流体力学原理由薄往厚的地方送，而且送得比较快，所以吸力比其他牌子强1/3，声音反而1/2。每个牌子都说自己的吸力最强，这一台是市面上其他牌子的抽油烟机，里面的风箱设计是平的，没有角度。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排风量，两个马达高速运转，各位请看，有气无力慢慢上升，它的高度是51寸。现在这一台是妈妈乐第五代抽油烟机，里面的风箱设计是斜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排风量，两个马达在高速运转，你们看看猛地向上冲，这是因为风箱设计好好，没有风阻。我们看看它的排风量，它的高度68寸，吸力的强弱一目了然。在美国没人帮你清洗抽油烟机，因此妈妈乐第五代抽油烟机采用易拆易装的设计，家庭主妇不需要求人家来帮忙，非常容易就可以将内部的零件拿下来清洗，永远保持功能如新。妈妈乐第五代抽油烟机，易拆易洗易保养。抽油烟机除了性能优越之外，它亦是你美丽厨房的一部分。妈妈乐皇家系列抽油烟机，以艺术精品的标准设计，重新构思每个细节，实用与美观并重。它将会是你厨房中的漂亮宝贝，同时拥有妈妈乐第五代易拆洗抽油烟机的所有强大功能。市面上中式抽油烟机种类好多，有蒸汽清洗的，多个风口的，自动感应，甚至于仲有杀菌的，花样好多。其实抽油烟机亦都唔系咩大不了的产品，只要结构合理、吸力强、好保养就得了，唔需要搞噱头，妈妈们先能够买得安心、用得开心。你话系咪？新鲜，妈妈乐，妈妈乐，干净的厨房，妈妈乐，妈妈乐，妈妈乐，没有油烟，空气新鲜。